后来高等法院记记迄张对死刑解放无期徒，检察官放弃上诉，即嘛是大家同学在读新学的函授学校，我来讲你的几十年的加入的内底，唔忘你的所有所拄着，会当将到受刑人的无关。咱个欢喜可能大家有看到，我是姚妈妈。啊，所以迄、那个因为因翁赵岩死，内底剩一个后生十七岁，甲伊个姐姐妹妹十五岁，所以姚妈妈将全身拢寄望伫即个十七岁个后生个身上。当时那在王府市区讲去烤肉，公行隔壁迄边，诶，少年囡仔，因无熟悉烤肉发源地，隔壁少年囡仔在切牛肉迄条，怎对心脏堵住阿个死？姚妈妈一生的愿望全部拢泡汤，伊就去买一个洋娃娃。来代表伊个囝，讲这煮饭菜拢煮好啊，电锅一个开，哎呦，那也无米，那也无饭，啊，我着洗了，结果伊米洗了，毋是放伫电锅，去倒伫马桶个内底，就是精神咯。到尾啊，农村团契到尾下是姊妹。去甲关心，死人后，才去到江家，来看这个凶手。这个凶手减伊两岁，因后生十七岁被害死，当时的凶手十五岁，都高囡仔都唔捌做坏过，临时就起起来，都安尼就，这个家庭嘛是家暴，伊老爸我真够烦。结果去甲看，迄、那个囡仔就是出来，甲姚妈妈讲，我唔知会使甲你让无。姚妈妈当场就哭，让袂到就大声放声哭。结果姚妈妈收留迄个凶手做伊的弟弟，一去年。姚妈妈伫劳动教会，定生日，我甲阮太太拢去甲参加。即、這个以前，我去甲姚妈妈厝去看姚妈妈，你是犯罪的孩子。所以，伫整个即个时间的内底，我想有真多是咱平时所不。总是会真感动。咱为着迄个平行家己的路，耶稣说用马太七章二十四节甲咱讲：听我的话去行。总是有一部分是听我的话，偏偏啊唔去行；听我的话，偏偏啊行我家己的路。所以我伫每一个过来。困了谈，我拢找出什么原因造成人生的悲剧。唔忙，才会到会当让社会他做感慨。我咧想，我看到伫迄个黄朝伟，是咧他讲名字，迄个被害者去食大餐。一个囡仔，国秀，很懂事，很成熟，去煎披萨，请我甲魔术家，我喊你讲话听听，给我想到，各位，即马郭台铭伫深圳，富士康十二票，等我再。郭台铭一寡这管理的人，是战后
五十年代以后，当时物资欠缺，当时家庭艰苦。你迄个时阵，你毋捌听讲，什么人去跳楼，什么人去自杀？外艰苦工作，外少的工钱，我著吞忍，我著拼，三冬五冬，我愿意吃苦，我通过这个艰苦，有一日我就会较好。迄个时阵的教育，会当面对困难的环境，全力落去拼。总是各位，即马现在，迄、那个艰苦的老爸起来了，会甘愿让伊囝艰苦？笑命命，哪皇帝？哪有法度？流流啊，较艰苦嘞，伊拄袂掉啊！等我去看姚妈妈，迄个黄兆辉。这个被害者国小四年，安尼甲我讲，讲啊，来请牧师啊，请者啊，家己者真好者。我咧感觉讲，伫迄个环境的下面，艰苦的环境的下面，迄、那个所在面对艰苦，来接受一切挑战，造成迄个艰苦。耶稣跟你讲一句话：人在世间有苦难，总是我已经赢过世间。耶稣并无跟你讲，人在世间无苦难。耶稣也无跟你讲，人世间拄着苦难，你就跟我讲，我谈拢跟你无去。所以，整体信仰的中间，我想伫自从空白五月二十，院长的礼物我放弃了。我全部投入做更新团契的义工。马太二十五章最后的审判，我的教导，你来看我，行这事，伫纪念神兄弟的形象，就是行我的形象，用安尼。来给大家做简单的报告，只是请咱阿爸三个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予阮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以二二八纪念公园来做行动教会，主日的礼拜，阮搁一摆。将你当时的教示，听我的话去行，就要成就主基督救恩的非常的坚固。我搁一摆啊，我讲，等最后审判，我们伫这里是一下子来照顾、医治、关心这些的羊。就是行在主的身上，就是你，让阮听这教示，不是只听，会当实实在在去实践，听上帝，听人，尽心尽意，听主阮的上帝，嘛听主比成就家己，会当应当主的名，有时阮的信心的超然无够，有当时。阮做了心所爱，总是无完全。就是你下面阮一定会做，就是你予阮无底子，会当听你的话，照安尼去行，做这事行伫智慧神身上，就是行伫你的身上。安尼恳求感谢，可不是自贡来求，阿弥陀佛。谢谢。